明传贤弟，夫人，恩师在呼唤我呀。什么？李中堂在呼唤我呀。明传贤弟，别来无恙啊。恩师，明传共请春婿。明传呐，愚兄对不起你呀。恩师，是不是中日海战，我们败了，日本强索台湾，朝廷无奈割让，愚兄已在日本马关签订了和约。李中堂，李鸿章，你不要走，李鸿章，你对不起国人呐！难道一生的心血就换来这一条泪水吗？大海，你告诉我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
让我儿子坟头写土画。Thank you.
刘铭传，1885年至1891年，为台湾首任巡抚。在任六载，他呕心沥血，固海防，修铁路，开矿山，创邮政，办学堂，扶工商，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，为宝岛台湾做出了不朽的功绩。